孙大人，事态紧急，再没人力挽狂澜，大明社稷不保啊！从今而后，潼关没有贺家军，只有大明军队。孙专家，这冲能用吗？发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冲啊！潼关的粮已经数年没有足够了。这些是你们给孙传庭的。这些是你们给大明朝的，大明朝如果灭了，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？着火了，快快！投笔从戎十几年，我到底为谁而战？天下糜烂，百姓生贼，皆因饥饿；百姓饥饿，皆因无地可耕。得人心者得天下，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？人心就是粮食，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源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，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。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？我朝积弊已久，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。传我的令。